白眼是因为这版本容易被猫或被鱼啊，你比较没有机会拿宝宝啦。其实宝宝给你还是很强的，对不对？你感觉他没这么强，是因为你没拿到这么多客家宝宝。等你拿到很多，还是很强的。我看到一个目标了，各位，我不要这一张，千万不要给我这一张，我真的不要啊，我已经拒绝了啊，你不要啊，我都拒绝了嘛，受不了哎、欸，我要打一个硬币，拿一只猫，然后不出，也不用拉满人，就硬币猫，你卖金猫可以把它打掉啊，可是你先不打掉，等等有卡的家，你就知道厉害了，逆天的。如果拿到的话，是可以逆天的。打个野喽，还没野哦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那我得先升级哎，然后换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张牌我是拒绝的。嗯，我是拒绝的啦，聊天室。你们也知道啊，千万别给我啊！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也没要啊，我就没有要啊，别给我啊，不拿。等等升级碰六，是不是又可以再飞一把？这么多怪拿不到宝石，那你就太令我失望了啊！你这个傻瓜，平手的漂亮，可以接受。打野了吧，该我了吧？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艾斯想借牌，所以我可能是不会布置一个可以让他借的阵型。碰六还是要碰啊，不要让他不要出就好了。我不打掉就拿不到宝石，我打掉他就开心。打出来换上去是不是？把他们砍到半死不活。不错哦，打出来再把它换上去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然后就忘记冰，忘记冰就没了。有没有忘记冰的八卦？蛋没用啊，我给他三颗蛋都没啥用，我跟你讲。用洗的看看吧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，把他们砍到半死不活。直接升六就好了吧，硬币升六，不需要找霍格开洗耶、欸。可是打野不升六又很蠢耶、欸。现在想问问各位，我看起来像零九吗？你怎么没东西呀、啊？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卡德加配这个，钢骨配这个，是我没嘲讽配不了啊。找猪牙吧，霍格猪牙。先直接碰六吧。这回合哇塞，这宝石还会卡人。嗯，机械的那只有点会爆哎、欸，连扔一张，
你来一张，你和你来一张，卖一张，接出一张，我给一张，给两张，分肯定要拿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再贴两张再刷，有钱了，几个聚合体，和野兽，对机械再扔，孤再扔，可以再洗一次钱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，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哇！趁胜追击呀，不要。剧毒比较好吧，剧毒不死无限攻，但贴几下也换不到怪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这些都太烂了，要想一点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，会发现什么秘密？留野兽好一点，因为会有聚合力，肯定是拿毒的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发现鱼可以再洗一次。那你可能会有点麻烦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最后一刻锁一下。艾斯好开心，但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们说，他跟我打，简直遇到了活菩萨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可以洗这只下来，可能还是要再涂个毒哎、欸，不然毒不够。啊！可以的话，最好雇佣一名手下。谁雇佣一名手下？以左边上去涂另一只也可以啊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先卖掉其中一个，用不过。还是这个苏罗也很整齐。完美站位，没时间再摆那个烂三六了。奥二三给我吐。
刚好带走。是。完美！哇塞，他们两个还没分胜负是怎样？很认真干活。黄洗下来可以。真会洗啊！我的盾为阿古斯而死。哇塞！欸，我合在一起就直接扫一个毒欸，因为你涂不出来另一个啊，所以要先刷啦，我那个格子补不回来，下一回合再合倒是可以啦，这回合不要合会稍微好一点。完美团带走盾啊，位置啊，哇，就刮边打歪了，不然是完美团，应该能把他带走。哇塞，一滴，我收割机的小一滴滴就没办法赢了。哇塞，泰斯有够强，有够强的那种。这牌没有很大吧，应该刷就好了，黄三合一，所以黄可以合，把黄直接买下来，然后看有没有聚合体，聚合体的操作。霍顿毒收割机毒散位完美，就这样。能不能完美收官，各位就看这个收割机 Go Perfect 散位也非常好，都是防扩散，对面打不过来，舒服了，这把打了一个 perfect， 最后的决赛站位我们也是有没有一号黄破盾嘛，然后二号剧毒把它毒掉，然后三号再收割机，然后把比较小的东西夹在中间防扩散破盾，然后把墙壁打掉，然后收割机赶快动，然后比较小的蜘蛛夹在中间，二八可以垫后，节奏咬得很紧啊，而且还真的是给的也蛮多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操作的部分蛮大的，技能算是很有感的，一直在用，不停的反反复复的在使用这个技能，不能升级要刷，我们加油吧，能不能刷到就攸关了这一把的后续，那这个算是刷到了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不用拿继续刷，龙不考虑，豪凤勇士还不错，水滴可以先卖。豪凤勇士是真不错，这张必然要卖。哎！还有这一招。我直接把他点死了啊！ Oh, no. 欸、我不知道满场了啦！他直接给我点不见了，啊，我吐了！我想说这什么新招啊？还可以不见呢、欸，点下去就死，新招啊！我前面运营都很好欸，就这边我没注意到满了啊，哇塞，你们没有防呆机制啊。
我觉得这个没出一个防呆机制，他应该告诉我买了不能点啊，不是说我点了他死了啊。